很像。对，是，对。你先等等，我要按电池。我很乖。呵呵，需要换电池之前，哇，好漂亮啊、哦！其实台中还是蛮多地方我没来过的，哈哈。我也认同，如果你去一个地方玩，但是你没有想法的话，你就去跑外送。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地下室？嗯，哎。啊。门怎么开？要送三楼，一共开个门嘛。当机，那么贵，白皮是什么？180。嗨，180。16。好，谢谢。小心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小心。找到换电站喽！换电站。哎，换电站呢？好，真的。家，外甥弟弟多儿的家，弟家外甥弟真可贵，耶耶，真没叫，呵。哎，让你等，我也不想让客人等，可是我就没电嘛。还好换电池。太平夜市，啊不是汉西啊，说错了。汉西夜市最后一排厕所旁，绕圈圈。啊，绕圈圈，绕圈圈啊，很少这时候逛夜市。外送你们的吗？好嗨。多少？等我一下。500，刚好。哇，不错呀！谢谢。还有，对。谢谢。谢谢。绝对绝对不要再进去了。好，去看一下吧，反正刚好没单。不要玩，不要花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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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玩，不要花钱。每天要这样跟自己讲，要不然我很多时候跑完一整天啊，然后心情不好，去加个娃娃机，就把一整天的钱花完。还好，还好，它没有好玩的。哎，这个很讨厌说动口的，因为它的逻辑会让你分不清。哎，好，嗯，白跑了，浪费10块钱。嗯，对，461。461。啊。谢谢，拜拜。火鸡肉饭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很短。在仁昌路右转。喂，你好。等我一下啊。喂。嘿，你好，怎么了？那，对，没错。啊，我是问店员，他说两袋都是，所以我就都拿了。所以，对啊，应该没关系啦。是有多就好，没有少就可以了。OK， 不会，老板。多了一份，我有问店员哦，我有录影凭证哦，哎。还好，我刚刚好怕，如果想说少了，我要冲回去，而且重点是那么远，多，哎。好，嗨，有意思。这里是四块。好。谢谢。你的钱掉在那里。哎。你刚刚掉一个零钱。哦，红包。那个就是。哎，我今天都送正妹，怎么办？运气也太好。有些时候你送到很疲乏、很疲乏的时候，突然。碰到一个就是帅哥美女，然后干干净净的，讲话温柔，然后跟你说那个谢谢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就莫名的开心。Losing time, I'm fading fast. I just wanna make it last. Try to let go of the past. I close my eyes, embrace the blast. Sleepless nights and headache stack. Restlessness to hell and back. What's my purpose?